是多位美发师固定每个月一次到台中慈济护理之家服务。将近300位住民，大多是坐轮椅、行动不便的长者。只是一个小动作的感觉，但是真的贴心度很够，让我们家属觉得好窝心。我让他们的外表还有他们的心境都会觉得非常舒服。熟练的替卧床重症患者打理门面，52岁的徐美元有30多年美发资历，2年多来一剪不缺席。他们很辛苦，然后我自己父母曾经，我爸爸弃切好几年，所以看到我就想到我的爸爸。爸爸妈妈也曾住过护理之家，他用同理心服务，用我父母给我的身体来报答他们，所以我希望说我的做的功德可以回馈给我的父母。把长辈当亲人服务，感谢所有美发师用心，台中慈济护理之家颁奖表扬。每张感谢状都是一份祝福，表达无限感恩。大新闻黄子玲、蔡玉凯、李承泰，台中报道。